第一次到西宁，有啥好玩的好吃的？这条攻略要守好。首先打卡著名的塔尔寺，门票70元，距市区28公里，这里可安排东关清真大寺，然后去南山公园，这里可以俯瞰西宁全城风光。逛累了，去海湖新区打卡巨型温度计，逛几何书店，感受西宁的城市文化地标。这是国内最大的独立书店，颜值高，设计有品味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最后给大家推荐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，门票30元，动物种类非常多，性价比绝对高。这也是青藏高原唯一的海拔最高的大型综合野生动物园，雪豹、东北虎、非洲狮、藏野驴、河马、岩羊，还有高原精灵之称的藏羚羊，在这里都能看到。最重要的，这里还有兔狲，全国动物园只有这里能看到。关于吃，西宁的美食太多了，各种面食、牛羊肉，应有尽有，带着你的味蕾就行了。